打吧啊！你打吧，20块。十万了啊！打吧。哟，吓一跳！不要把他整个血弄。没事，你看情况不好，拿手机直接拿走。没事。20块，打八折。我10块钱一次，你喊2块钱一次，你还能赚10块钱。那手上面是你是什么呀？没事没事，现在但现在别伸哈，现在打能打上去是什么效果？没效果。这个没事。这个好。你冲点这小孩给他行，小孩给他打了，打到小孩了吗？这水口就湿那个，只能打金属，一直打这个，金属也能打，塑料可以是吧？在下边再打一个，不太光线都不大合适，你两个行，你这么多的，你打上去摸不掉了。等一下，我拍个照片。